你家狗子理发后是不是也像换狗了？有请小帕菜，小帕菜一喝就醉，小帕菜一喝就醉，帕菜帕菜二十岁，醉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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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关注小青，宠美之路不迷路。养比熊犬的宝宝，可以让宝贝去尝试这个造型。这家伙要怎么剪？就跟你上次不是画画图片就来过来。哦，我知道，推四 F 不要推太短了。你看，剪个小耳朵可以吧？就是耳朵小小的。好，我看一下他耳。你看一下怎么剪？来过来。好看。如果我剪不行。哎呦，你这个狗，这个眼睛自己修的吗？对、啊。怂的。色的日落沉没在冰线，夜色慢慢展开，露出星光点点。我听着耳机。Oh my god！ 人太美了吧！你在画画耶？这是活在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东西。哎呦！一开心仿佛满地尘埃动。一双双仿佛背后湖水哟哟，为了赶这狗小速度一起前，早上黄色发了脸，突然你去三级村二旁，我再走三组前，油门踩得熊熊，四个轮胎都飞起，我们开绿不死贼，开绿是飞机，让他多认识自己。我厦门开过来挺远的啊，你倒累过来是吧？专门过来的啊。好，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他
们说你那个剪的好，好多朋友都说要来。你觉得剪圆的好看是不是？对，对，是的。行吧，反正剪好一点给你们打广告。Nice。重组特地带宝贝从另一个区过来，希望今天别翻车啊。美容师怀着忐忑的心谨慎的操作中，毕竟老板给压力了。接下来美容师交作业。清晨这是虫族想要的狗狗造型。这是狗子剪之前的样子。接下来美容师交作业。享受这步道摇晃不会看长，手保护你的腰不会碰到你。虫族想要类似米老鼠一样的造型，又方便打理。哎呦，这是狗子原本的样子。接下来美容师交作业。今天我又失眠，一个人的房间，我把灯光都熄灭。一二三，转身离开，有话说不出来，还鸟言语相爱，只是哎呦你别笑给老铁们来一套短毛猫咪洗护大保健过程。今天这只小猫叫胖虎过来洗澡，一点不胖，就是有点虎。因为考虑到猫咪被毛部分打结，被毛油脂较多，摸上去油腻感特别重，且毛发粗糙，皮肤干燥，水分全流失，所以我们决定给它整一套我们店里特色大保健，让它告别油腻粗糙，让皮毛达到一个水油平衡状态。话不多说，直接开整。先把毛发梳顺，全部梳理通透，把纠缠在毛发里的死毛都梳理下来，方便我们一会去油和淋浴的时候涂抹得更均匀和冲洗得更透彻。做完梳理毛发部分，就开始修剪指甲，把指甲尖尖的部分剪掉就可以。我们开始使用去油膏给猫咪进行一个全身涂抹去油的方式。全身顺毛涂抹较油的地方，可以重点以打圈的方式戳到毛发根部皮肤上。猫咪全身去油是一个比较耗时间的工程，确保每一处都涂抹均匀。然后开始下锅冲水啦，用温水从后颈部顺毛冲洗，确保每个部位都把去油膏冲洗干净。湿了身的猫咪突然像只小耗子，我们用湿巾把小脸给它擦洗干净，毕竟脸面很重要，哈哈哈。然后开始第一遍的深层清洁，浴液均匀打完后，用手掌部位全身搓洗，全身搓透后开始冲水，冲到没有浴液残留物就可以开始第二遍。第二遍蓬松亮色操作方法和第一遍雷同。第三遍锅里蓄水，水位不要超过猫咪身体的一半，淋上皮毛调理液浸泡2到3分钟，让皮毛很好的吸收养分，然后冲洗干净。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毛发初步呈现的一个效果啦。冲干净后水分吸一吸，尽量把毛发擦干，用毛巾把猫咪包起来，让它缓解一下情绪，再使用猫咪专用吹毛机顺毛吹干，吹干后好像变了一个色，哈哈哈。最后我们来欣赏一下小猫咪大保健后的一个效果吧。
讨厌爸爸，不先睡觉。我以为只有我睡不着觉，原来你也睡不着啊。好看吗？宠物洗澡要多少个步骤？今天给老铁们看看。看这小狗带崽的眼神，我们先给它清洗耳道，然后修剪它的指甲，剃它的脚底毛。看这小狗惊恐的眼神，就知道它内心慌了一批。接下来全身打湿，开始搓啊搓，还是一样继续搓，继续搓，搓秃噜皮。沐浴露残留物冲洗干净，开始擦干吹毛，吹要吹尺寸深略一万次。就大功告成了，洗完澡后真香。最近看到关于狗狗的十个约定，我觉得特别好，读给你们听一下啊。我这一生大概能活10到15年，和你分别是件无比痛苦的事儿。在给我命令时，请给我理解的时间，别对我发脾气，虽然我一定会原谅你的，你的耐心和理解能让我学得更快。请好好对我，因为世界上最珍惜最需要你的爱心的是我。别生气太久，也别把我关起来，因为你有你的生活，